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，我们就迎来了一位美丽的客人，她就是程潇，那个璀璨如星的少女，那个烈焰玫瑰的女神。她用她的笑容和舞姿，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和情感的盛宴，让我们感受到了她的魅力和热情，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温暖和快乐。程潇在舞台上如同浴火的凤凰，舞动着绚丽的羽翼，绽放出无尽的光华。她演绎了一段段浪漫的奇遇，让人心醉神迷。她的裙摆飞扬，如同绽放的烟花，照亮了整个夜空。她的每一个舞步都充满了力量和美感，让人惊叹她的专业和实力。程潇在舞台下也是我们的灵魂伴侣，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亮丽风景。她的笑容，她的舞姿，她的热情，都成为了我们内心深处最珍贵的宝藏。她带领着我们奔赴一场盛宴，在那欢乐的海洋中，我们尽情的欢笑、歌唱、舞蹈，将所有的忧愁和烦恼都抛在了脑后。她的存在仿佛是一道明亮的灯塔，指引着我们向着快乐的方向航行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们只想对他说，感谢生命让我们遇见了你，愿你的未来更加辉煌灿烂，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。程潇的美丽不仅在于外表，更在于那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和韵味。她的眼睛明亮如星辰，透视人心，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其中。她的嘴唇红润如花，邀请你一同探寻她内心的秘密。她的肌肤白皙如雪，让人忍不住想要轻轻抚摸。她的举止优雅如仙，让人惊叹不已。她的步伐自信如王，让人敬佩无比。